李夏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？立夏，我不想让你再接触这个项目，是怕对你不好。其实我不是有意瞒着你的，你别多想。小宁，自从我醒过来之后，就会很难受，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，还会做噩梦。我还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或许我还可以再进入一次游戏。你当初进入的游戏故事线已经结束了，就算你再进入一次，那也是新的故事，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。医生说你昏迷刚醒，有一些情绪波动都是正常的，你再好好休息一下，过几天就没事了，别想太多。好吧，你既然这么想知道，那我也就不瞒着你了。你进入游戏不久，游戏就出现 bug， 然后游戏就停止了运转。我们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才解除游戏的 bug， 在这期间你一直在昏迷， bug 解除之后你才醒过来。我不想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还没有休息好，想找一个时间郑重地向你道歉，因为我们的失职让你吃了这么多的苦。你之前骗我这么久，怎么了？你现在连撒谎都不会了？立夏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这跟你没关系。还有今天的事情你不要怪袁磊，是我求他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走。我已经反复的强调过了，不允许让立夏看到任何相关的内容，你还敢给他看后台？看来公司的任何规定对于你来说一点约束力都没有，是吗？袁磊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签过保密协议的，再有一次这种情况，我就可以告你泄露公司机密。小宁，你害立夏昏迷了一天一夜，你不该给他个说法吗？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你好自为之吧，以后跟自己无关的事情少管。出去吧。简直一派胡言！厉总管乃天启所言天选之人，更是朕的救命恩人。他几次三番救朕，对朕情重意长，恩重如山，何来妖女一说？他只是重伤昏迷，不日即可痊愈归来。朕若是依了你们，岂不成了负心薄义、忘恩负义之人？谁再胆敢当庭提及此事，朕便当庭问斩，绝不姑息。
肖总，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把游戏难度调到最高了，而且封锁了所有的后台通道，只有您办公室的 VR 设备可以使用，其他玩家不能进入。好。 杨默，到此为止吧。 微臣恳请陛下烧掉妖女立下尸体，早日出兵西凉北境，平定祸乱，一统天下。恳请陛下烧掉尸体，平定祸乱，一统天下。大人们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 已经跪了3个时辰，大人们要是有3长2短，公公不要再劝了。陛下若是不答应，我们便不起来。不起来，不起来，不起来！大人们，你们这又何苦呢？谢谢诸位大人，请听亲书意。明日我与范将军分率护国军与镇远军，共赴北境和西凉。请各位大人放心。 若大人们信任我谢青书，请将奏折交给我和范将军，呈与陛下，与陛下当面商谈。让我们回府，国将不国了，回什么府啊？今日陛下若是不给个主张，老臣我便跪死在这里。是，跪死在这里，跪死在这里，跪死在这里。谢青书在此，恳请各位大人，拜托了。 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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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
万一闹出人命来。你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立夏怎么还不回来？他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方将军，谢将军，两位将军，求求你们救救皇上吧！公公别这样，公公快请起。陛下他还是老样子吗？陛下他思念李总管成疾，日夜守着李总管，长饭不思，现在心头枯槁。方才更是。可可是讲胡话了，这该怎么办？公公先下去歇息歇息吧，我与谢将军进去跟陛下谈谈。这要麻烦两位将军。如香，你先回府，明天就要开拔，这里的事情交给我。明日，我和如香便会吩赴西凉和北境。京无畏那边，我也安排好，你放心吧。如果陛下执着于立夏的话，也要先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啊。
你不该给他个说法吗？现在朕还给你，就当朕对不起南庭百姓吧。你是天启选定的真命天子，身负一统天下的重任，父皇与国家的重托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 那日，你被发配到新梁边境，不知何时能归。为了让你安心，再匆匆与你成亲。没想到今日在别，倒成了让我安心。亏得教学过门，否则这次我去北京，也不知何时。写情书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写情书，自从下定决心娶你那日起。 便发誓与你生死相随，绝不独留你一人。如香，只要你能回来，我谢青书一定回来。你这次去得有点久。 我知道，有些人都等不及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朕都想好了。你若是不想回来，朕便随你去。你去哪里，朕便去哪里。你不必为朕担心，这里的事，朕都已经托付给谢青书了。 怎么觉得在梦里，有人一直牵着我的手？这是我吗？怎么这么陌生啊？ 清楚。炼狱皇帝将在两天之后举行第二次内测。大家为了这个游戏已经不眠不休地奋战了两年的时间，在座每一位的前途和公司的未来都压在这个游戏上，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守好口风，顾全大局。 这是我们对外公布的第一次内测，也是唯一的一次内测，所以从过程到结果，一定要做到完美。立夏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你们商量一下优化方案，然后就可以散会了。 不是让你先好好休息吗？ 怎么又回来了？走吧。
去我办公室吧。 喝杯咖啡吧。我看你的精神状态还是不太好，你应该听医生的话，多休息一下。其实我来是想跟你说，我想辞职。辞职？为什么呀？你为了这个游戏付出了这么多的辛苦，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你再考虑考虑吧。 我不想让你走，公司和我都很需要你。我现在只要一来到公司，就会觉得很难受。以我现在的状态，即便调离了项目组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好好工作下去。也好，那你先回去休息。辞职的事儿，不着急。我还是想辞职，先休息一阵子再说。 夏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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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夏
这段时间，立夏先回家休息。等公司办好了离职手续，他自然会来跟大家道别的。夏夏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啊？这也太突然了。这也太意外了吧！感谢大家这两年来的照顾，对不起了，以后大家要继续努力了。夏夏，不要走了。是啊，留下来吗？不想让你走。还需要多久？按照正常的时间线发展，今晚应该一切都了断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故事的内忧外患都到了极致，杨墨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没有夏夏的搅局，按照故事正常轨道发展，不会再有什么意外了。好，只要杨墨一死，立刻删档。亲爱的，今天想要剪什么发型啊？剪短吧。啊，剪短啊！哎呦，这个梗啊，都好久没有人玩了。这失恋要剪短发呀，不然这样子，我帮你剪个一点点，意思一下，好吧？你看看这个发型呢，就这样子剪的，你看看，好吧？
立夏，原来你发型怎么变了？先别说这个了，你现在必须得帮我一个忙。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？我不光想起来了，而且我必须得马上回去。准备去赏一把，但我良心立下的招牌不能砸。我准备在走之前请大家吃一顿好的。好，我要吃火锅，我要吃面，这样可以啊。还有下午茶。哎，对了，宁哥，你想吃什么呀？第二轮内测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今晚我们还要解决一个 bug。哦，你们去吧，我们就不去了。你们去吧。哎呀，这也算是我的散伙饭了，一起去嘛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对嘛，去吧，去嘛，好，去就回。好，准备。说起来，咱们公司一起出来聚餐，真的是屈指可数啊。可不是，我们天天围坐吃立夏，就等于天天聚餐啊。嗨，我可不好吃。以后啊，可没这好日子过了。哎，立夏。你真铁了心要辞职吗？就是立夏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，放个假也是应该的。你们天天蹭我血包，我不得不冲下血槽吗？哎，立夏，你可别忘了我们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来吧，我们一起敬立夏一杯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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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嗯，还是那句话，大家不是战友，还是朋友。有话说的都在酒里了，干了！来，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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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干了。哎呀，突然有点头晕，喝的有点多，我先去趟洗手间啊。大家酒不要停啊，接着喝，走起。这么晚了，宁哥，要不然我们先回去吧。立夏怎么还没回来？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敬宁哥一个，感谢宁哥英明的领导带领我们发家致富。来来来，谢谢宁哥，谢谢宁哥，大家辛苦了，喝了。还能是什么呢？还能是什么呢？陛下。请开门呐！陛下，陛下，请你交出妖女立夏的尸首，此女她一日不烧，我南天一日难安呐！陛下，陛下，你要一意孤行，请恕墨家不敬了。来人，撞门！原来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哎，说什么呀？别说，喝。哦，喝呀。方博，嗯，别喝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啊，哎，别走啊！立夏还没回来呢。立夏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他去厕所了吧？我去看看。方博，你把单买了，我先回公司。哦。对了，小宁眼里只有公司。公司成立的日期，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啊！陛下，你放下！你别过来！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你不能再进入游戏了。我也没有开玩笑。我已经把我的内测数据全部上传到了我的网盘上，如果你再往前一步，
我就把我的内测数据发给投资商，告诉他们游戏存在重大 bug， 会对玩家造成伤害。立夏，你别冲动，有什么事情咱们可以商量。我就知道这招对你有用，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。立夏，立夏，大胆逆贼，擅闯寝宫，所为何事？回禀陛下，找那妖女立夏的尸首。立夏早已入土为安，何来妖女霍君一说？尔等犯上作乱，究竟是受何人指使？谢将军、范将军两位将军对朕忠心耿耿，平乱后班师回朝，定不会放过所有犯上作乱之人。尔等若是想活命的话，为今只有一计，请陛下明示。谁是幕后主使，挑起此次谋逆，想必大家心中都有数。谁能捉拿罪魁祸首，交由朕处置，将功补过，方能免除一死。请陛下下旨，命末将前去捉拿逆贼。速去速回。末将禀旨。走。究竟是谁？人最难了解的是自己，因为我们害怕了解越多失望越多。我们如此平凡、软弱、渺小，可总有一些瞬间，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光芒、勇敢与伟大。那些瞬间，被叫做爱情。决定同命运为敌，步步靠近着探亲，笃定